哎呀，大家好，我是 KK 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iPhone 11 Pro Max Fun Glass 爆了。我先 focus 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11 Pro Max Fun Glass 爆了，所以它的 LCD 还是依然 function 啊。OK， 我们会先把这个手机先检测好，没问题了，就拆开手机，把它的那个 LCD 分离，然后就换一个新的放个下去。这个过程我们会把它展示给大家看了，像大家可以在这个 video 里面学习学习。顺冇？顺啊！咁就得啦。咁就冚翻翻去，就系冚少嗰个 LCD 嘅啫。即系唔好冚 LCD 咯。
师傅开门，王师傅开门。左折那边就可以
Face ID 啊。取個可能性。
Disable 啊？ Disable 啊？係拉高咗啦，之前都係拉高。之前去嘅係 disable 咩？都係一樣。一樣是 disable 的啦。不過佢完全掂唔到咯。你搭翻佢最遲咯。喺個鏡，用得啊而家。係啊，有機入水㗎，卡數冇而家。有啲地方卡數有啲地方。撳到啫，卡數。拉唔到啊，撳唔到啫。我自己撳。自己撳。所以咯，所以佢嘅機點解會 disable？ 咁我呢個咁樣就要好驚啊！要等佢睇下點樣用先。
啲嘢都會揀，你入唔到你揀嘅嘢。師傅講嘢啊！你哋唔好嘈啊！由於剛才發生一點小意外，我們的觸摸那個排線斷了，所以這個視頻是需要再多一個，可能你們先來看，就是要多一两个礼拜以後，我們再把那個觸摸換下去。到时我们会再继续拍下去给你们看，再见，不是再见，继续看。2 weeks later， 我录音。话这么说，又几个星期了，现在 11 Pro Max 的 Touch Screen 已经来货了，这个就是11 Pro Max 的触摸屏。它的触摸屏里面有一个加码的触摸模块，这个模块如果你没有把旧的那一个模块换过去在新的这个触摸模块触摸的这个排线上面，你的手机开机就会有一个显示跟你说你的这个屏它不是原装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把它打磨，然后把那个旧的触摸模块安装上去。
等一下打磨，我们在这个大的液晶屏这个 TV 上面，我们展示给大家。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触摸里面的那个触摸 IC 已经打走了，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它自己原装的那个触摸 IC 就是焊接下去。等一下我们焊接下去，我们会在这个电视机展示给大家看了。现在已经是打磨了的，IC 已经安装好了，现在我们测试看有没有那个 error 的信息。现在这个触摸 IC 已经换好了，我们现在开机看看它有没有弹那个信息出来。OK， 这个是正常的，那个 display 的信息已经没有弹出来了。那么我们看看它的 display 能不能用。Oliver， 帮我按着这边上面。我找哪里东西？哪里东西在哪里？所以现在触摸没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触摸贴 OCA， 然后再测试。现在我们是贴这个 OCA 胶，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胶纸。这个胶纸呢，我们是要从这个位置贴了，要拿那个膜出来的。现在你们会看到我拿到那个膜出来，继续。OK， 我的 OCA 胶在哪里呢？
是 A 角这边有一层是保护膜来的，我们照贴上去先，对准那个位置。对准了以后压下去，然后它会自己就把那个那片东西它吃上去，那就吃上去了。不然它太低了，没问题，我们再加厚一点，因为它吃不上去。再来，太薄了，可能它这个太薄了。测这了，说测这了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位置，它有一个膜，我们先把它拔掉先。我们换个角度，哇，要跌了，我们的贴膜的要小心。所以这个有一个膜，我们要把它拉到，拉掉。这个做的过程呢，因为它是贴不完全部的，它只是帮你定位，然后我们要靠手来去把它把那个泡泡出走。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拿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拿，所以我们先拿了 OCA 先。压住，拉。你们这样看很难看到，它这边有一个泡泡，你看，看到吗？它这边是有泡泡的，推倒它。看到吗？这边也是，这边，它跳到来这边而已，所以我们要用手动来。这样子我们贴出来的效果还不错。那我们就直接等一下贴，我们在后面那边贴。 OK，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LCD 把它抹干净先。现在我们来到一间 office 里面，原因是因为 office 里面这边没有灰尘，就灰尘比较少。
外面现在因为现在很多人了，外面刚才搞到会有很多灰尘，我们先定位好。要确定是干净的。平时我是一个人做，一个人在里面呢，所以没有这样多灰尘。现在是隐私果果在这边，变成会有少少灰尘。OCA 压下去，看这后面这边的 ribbon 啊，小心压到按到我们就关。OK， 轻轻弄中间。很好。那我们先拿去压。过后我们就拿去除泡机除泡，大概除看看我们的那个镜里面泡有多少，我们去判断。过来这边，说效果不错的哈，这个大概除一个三分钟到五分钟左右就搞定了，这是除泡机。我们大概除一个十分钟啊，五分钟呢，我们再来看效果。好。Five minutes later. OK， 现在我们。准备要五分钟了，期待它的效果。OK， 五分钟了，我们现在关了它，把这个压力表就是去到零，然后里面那个漆已经就是没完了，我们就把它才可以打开。这个门呢，很，如果它真是爆开呀，如果站在前面的人很危险的，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应该放这么高，就看你们自己。那买就买一点好一点的牌子，就是比较有良心的工厂。OK， 那我们现在先测试。它这个以前呢，它是有一个，我们把它胶贴好了，我们直接贴好。这个是旧的胶。要干净哦。记得不要有玻璃碎在里面啊，如果有玻璃碎在里面，那你就很够力了。OK， 贴好。
要放好对位。对位了以后，我们现在测试断电了，先放那个液晶屏，然后再放触摸的排线，然后安装电池，所以变成我们现在这是啊，触摸没问题。所以整个过程这个就是这么简单，也不是简单啦，就是这种是我们是手工，过程就是这么去 process 的。这种 process 它没有 guarantee， 也没有 100%， 因为要看就是 customer 他们电爆的时候上到里面的内屏有多大，有些就是太过严重的话，就会导致你把那个 glass 它分离出来以后，它可能会带劈或者是它会出那个青线啊。你们可以参考一些就是 video， 有些人有 share 他们的 YouTube， 他们是就是做了出来以后，他们有那个青线的，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种是没有 guarantee 的啊。谢谢大家的观看，然后记得 subscribe 我们，然后打开小铃铛。再见。